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Car。 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开咧 ，Classic Music 咧就会喺今个星期开始由一个钟头嘅节目咧变成两个钟头嘅节目啦。咁所以咧喺形式啦同埋玩法方面咧都有少少改变嘅。咁点改变呢？就系、是、语别不同啊嘛，因为 Classic 啊嘛，我嘅形式啊嘛，系咪？就会系唔同一般嘅点歌嘅方式啊，就唔使你哋任何一个人写信过嚟俾我啊。減省咗呢個寫信啦，同埋黐郵票嘅步驟，你只需要用你嘅一部電話，你就可以聯絡到我噶啦。點樣聯絡到我呢？就唔淨止喺 Classic Music 嘅 Facebook 專頁，我咧因為仲設立咗一個新嘅熱線啊，咁所以你哋就可以隨時隨地無時無刻 send WhatsApp 俾我點歌啊，又或者係同我講你自己嘅故事啊，想分享嘅嘢啊，透過我把口再喺呢個大氣電波度宣揚開去，話俾其他人知。咁個熱線究竟係幾多呢？就係574342220。574342220，咁我咧就会喺呢度写咗啦。咁咧，你只需要将呢个电话 save 落去你自己嘅电话里面，咁就可以随时随地联络到我啦。系咪好简单咧？你而家就可以即刻行动啦。而呢一个玩法咧，就会喺今个星期日就开始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今个星期日再见。